巴黎，我创业才住地方，对吧？他们这么严吗？他怎么打不着直接上中信银行去了？他那个，那不，那中信银行，中信银行不管。他应该是手续是这么办啊，你说的有凶悍，有护照，还有那是他美国大使馆电脑确认的确认单，你说确认单，那是三样上中信银行，你常年还找一个人能行了，地方嘛哈。